为什么会挑选徐良进行 PK 呢？可能在场是他唯一的男生嘛，因为我的顺序就是哒哒哒哒哒，就刚刚好就到的，哎，那就对。现场陈立队长秒变粉丝，应该在你的意料之中吧？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不太确定啊。那因为我跟他要微信，他还没给我嘛，所以对，当然欢迎欢迎，很高兴很高兴。马斯卡写了很多情歌，你的歌曲都是有特定对象的吗？我每一首歌都是真实的故事。对，通常会给什么人写歌呢？有感觉的，比如说很有故事的，对，他分享给我，或是我看到他的经历，那或是一个现象，那我才会写出这样子的东西出来。